为什么我单身？喂！不打劫。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早安 ，everyone。今天去哪里呢？去巴黎。忙工作忙到太累了，就因为伊波要结婚了。哦，不对，伊波要被求婚了。为什么我开不到门？今天是8月20号。求婚当天是8月21号，现在呢，准备去机场。Let's go。我已经到了机场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到的。我们这个 trip 大概有20多个人，我们整个 trip 有整10 pair 情侣吧，只有我跟宝贝还有 Gaston 是单身的，还好我有 Gaston 和宝贝。然后我们的计划就是骗李梦说是结义求婚，但是我觉得以李梦这样聪明的那个脑袋啊，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猜到的，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跟朋友出去玩的人，因为我都是工作优先，然后我也很少跟他聚在一起，因为我本身也住比较远。那一天见他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奇怪哦，然后我就有讲哦，哎，我真的不懂这个趋势，周末了，我就这样子演哦。然后我觉得如果这样重大日子，我又没有在意，好像不是很对。然后我有准备礼物给伊峰，这个礼物呢是我去选的，这个送给他的手链。我去买的时候，那个人问我送来做什么，哦，朋友求婚哦，他就看着我，为什么你朋友求婚你要送？然后我想想一下，哎，不对呀，我去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啊，算了。可是我还是送，友情就是这么样的脆弱，一讲到钱就不是很对了。为什么送他这个？其实我选了蛮久了，我去了很多家，逛了好几个小时，我就觉得要送他有价值的东西。我虽然不是第一次送他金额啦，因为我送他金额概念就是经济有问题的话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当掉。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呢？一个家是为了纪念他已经要迈入一个家庭了，属于自己的家了。我在想着我等一下第一个会遇到的人是谁，我觉得为了避免一波起。然后我就很顺其自然的演很多戏，啊，好像有人来了，哎，好像不行，好尴尬呀，不认识的，啊，我要找你，我还差点打招呼。然后我今天只带了一个小相机，所以如果收音不好的话，不要太介意啊。这个是我的行李，本来要带大个的，我想到好像没有人帮我拿行李，最后我就选了这么小个的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一个到的居然是 YBB 啊！我难得不是迟到的人呢。什么感想？我们两个应该是一起睡的吧？是啊，没有办法，我都没有办法。来，送单身的日子吧。你觉得伊梦会猜到吗？他会演，没有，伊梦太聪明了，他会陪我们演。啦，没有啦，我觉得猜不到啦，我们都已经前一无缝了。因为有我。哦，第二个到的耶。迟到。我很少迟到的啊。是你也很少很早到。我很早到的啊。OK。我觉得你会很伤心，对不对？因为全部人只在 focus 结义的。对啊，12点他生日歌给我就可以了。我的心中有你，我来的目的就是因为你，目的就是因为你。我觉得很尴尬哎。怎么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看他一直觉得我很尴尬，有我。我跟他认识像中年哦，都没有过一起去旅行过。都没有过一起去旅行过。你看他都开始怀疑了，为什么有我？我疑心病太重了。我想他真的是可以完全没有猜到，然后就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然后就不会心里有一个心结这样子。其实我知道了的，我在陪你们演罢了。如果能懂的话，我们全部人应该晴天霹雳。Kitty 为了这件事情愁不了很久，而且 Kitty 真的是花了又是一个上进的数目，60千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。哇，你穿到很帅嘞 ，Winston。对，有什么感想？你要被求婚了，你要被求婚了。然后他是全程看着别人怎么样跳舞的那一位。他也很感动的嘛，我们怎样都要把伊梦牵着你才比较像。这个人差一点破空头啊！其实破空头这个字是假来的，福建话汤桃。汤桃。本来是这个人破空头的啊，现在换成这个人，我会把那个 WhatsApp 放出来。有吗 ？OK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这两位。虽然这个 trip 是请你的 trip， 但是还是有我这个单身的 ，OK。哦，对，是的，我们完全相信你的。真的嘞，不然我一定带来的，真的。我们来这个圈就是来 love 圈，好混乱啊，20个人的旅行哦。伊峰，你要想清楚 ，Kitty 连订飞机票都是我跟他一起坐的。开始怀疑啊，为什么我是24，然后我是7，你们两个7还要坐隔壁？是啦，不会买飞机票。没有，他是故意的，讲他不会买，是他是喜欢我的。然后他买我自己。他是喜欢我的，我是第一次
是你先？我也是觉得是没有办法，目前的关系不一样。对，请问你的姐要被求婚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讲讲大声，等下听到怎么办？不用紧，大平应该是要破空多了。讲话，选择不讲话。他表情很容易出麦，哎，这边偷笑偷笑这样子，这讲话很心虚。还有这个要破空头的人，可是我不觉得他会知道。是哦，这样笨笨蛋的，他是很笨的。耶、他好像成功被骗到了。他本来是很怀疑为什么我有在，我很少去 trip 的人来的。然后你怎样解释？我想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这样子来哦。其他的借口，就不懂。然后就像你一样，就对。他估不了他们一下飞机就要凹影片，没有下飞机已经在好做了。可以这样子嘞，我给你拍完就可以解决事了。过后我们下机的那一刻 ，OK 啊，那个影片顺利的话应该就上了。我决定要，我想跟你们讲，不可以，这种心机重的人。对，我们至少会摊牌。我打算这样哦，21，差不多那告白那天哦，这是最快哦。没有最后的 ending。我有的，我来这可以破坏。我在这里啊，这两个最慢的。这个 trip 我会监督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速度给我快。那都是情侣的，请看看这位即将被求婚的女孩。我不要画刚刚。这一辆是情侣车，拜拜各位情侣们。可以坐好多人啊 ！My God， 为什么我是男生？就跟宝贝睡，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懒惰走远。保险箱。哦，好大哦！这个是情侣用的。突然间好奇，为什么我们是男生？我们下去跟着佩仪的背影。哇哇！圈房。哇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我们一起吃早餐吗？自己去泳池。哇，有鱼。哇！这里有个老虎 ，sorry 是狮子。哇，又有一个泳池啊！我的妈呀！为什么我是男生？在这里找一个。Oh my god， 好大！我在这里。在啊！哇，好漂亮！为什么我是男生 ？Why？ 真舒服哎！哇，你的好大，一心情就是有海哎。你的也是可以看海。对，我也是有看海。厉害吧？我生日比较最大。是吗？你找吗？这个比大。啊，不是，是皮影找。那、啊、你有用啊你，拜拜。啊。你们房的时候有人看着哎，不是这边，为什么我是单身狗？这边还有一个泳池，我根本没有力在看了。哇！哎，怡文姐姐 ，Hello， 你说话很漂亮吗？很漂亮啊，那个泳装很厚啊。我帮你画明天。然后明天是泳池。能等了你半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秋文没有化妆，你讲说秋文化妆。秋文化了妆。可是我是觉得你下面鼓鼓的什么事情？这个是天生的，你还没有过更鼓的时候。嗨，对，哇，哇，就是种相机。然后小爱单身，所以我就特地跑过来跟他做。这是情侣。哇，有帅哥。叔叔真的是要给鬼缘。这些男朋友们都很自动帮他们的女朋友拍照，那我这种只能自己拍这些颜值超高的组合。刚刚遗忘讲一个搞笑的东西，这个 trip 谁都不是主角，我就特别偷笑，你有听到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就是主角，他不知道他就是主角。你看这一对，他们全部穿情侣装，他们讲2020新目标破单。刚刚睡醒，刚刚这里停电了，遗忘姐姐。没有啊，还有电脑。女人们 ，Hello！ 嗨，嗨！耶，吃早餐跟我的小三。哎呦，来怎么样？哥哥紧张吗？就是今天，所以还有问题吗？姐，昨天我们是2:30，其实全部人就睡觉了，然后我3:00才睡，因为我一直在想吃。其实他现在还不懂啊，昨天就感觉到他完全不懂了啊。等一下就要麻烦你小爱演戏哦，姐姐也让我力啊。紧张，来加油加油加油 ！OK。来 ，Flanner， 杰伊，如果问男生们去哪里，你要怎么回答？因为那边穿比基尼，然后我们不给男朋友去，只可以我们自己去。这个太不合理了。怎样叫合理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。耍脾气哦，等下我不管了，你自己搞定。不会的啦，这样蠢，你们可以不要把人家聪明吗？不讲人家蠢啊你。不是蠢，还是单纯。对，单纯。他们两个吵架了。不是，我就是知道那边很近的。
怕你不会的。因为我看好地址了。哦、看好地址了。要担心，我不是小孩子。我有25岁了，可以嫁了。不要再暗示人家了。他讲了，等他赚到钱了。这里现在赚到钱了。还不够。如果等不到了，就分了算了。对啊，我想要结算了啦。就是我嘞。你也担心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怡婉姐姐帮我画的眼影。我觉得你也适合这个颜色。全部人都是白色。我感觉我们很急躁。来，你给他表现好像。谢谢。第三剪下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已经换好泳装了。哇！不要这样子，看看最爽的结果。哇！现在回去维拉准备就要去求婚啦！各位美女，你们的男友全部问你们，你太美了，忍不住，你们会怎样？马上吗？来，一梦先，我会推开他讲，可是你丑，可以到你，我啊，那就来吧。OK， 来，到阿喵，赶时间的时候啊，回来先啦，回来先啦。那你呢？赶时间的时候，怎样回答？表情跟动作要有完美。那就来吧。白色的，然后我们要去求婚。那个要求婚的，被骗了，他真的是完全。耶、yeah, ！你看，我们全部穿上白色了。我看雪衣多么的漂亮。现在出去了，然后我们要求婚。你穿到比主角还要主角，所以我要等你。不要，人家全日本在等你耶。跟我讲的都不一样，你们穿这样子的。心机重的人就是这样子。不要啊！为什么去看三 C？ 我来跟你讲啊。因为好像没有。这动作比较好。三 G。哇！耶、yeah, 我们到了，对，很漂亮哦，谢谢。
进去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下次来了。啊啊，不用扣了，我们等下主角。观众评评理啦，他是不是激动？我有点激动，我也非常激动。你们可以不要在我的 cam 吗？哈哈，你们的 cam 没有在，哈哈。一开始你们还讲，看你们可以讲多久，然后我们就讲一点点。才刚刚开始。哈哈哈哈哈！要吹一条猪热脸。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，哈哈哈哈！这个好笑，哈哈哈哈！这个好笑。我真的觉得应该算这种弟弟很好，不是，这个人就是很奇怪，一定要钱钱，因为姐姐不能控制，不可能我是钱嘛，对不对？还要马上姐要这样子，姐姐姐姐，还气死我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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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用紧张，牺牲一点啦，不用怕，你看我们的 channel 啦。唉，这 channel 已经没有用了，留住没有问题，姐姐。好吧，宝宝们 ，Let's go。难得聚在一起，我们就要这样子嘛。这个草干我嘞，我一点都不行。我害怕，我这一点都不。哦，很美嘞，哇，很美耶，什么东西哦？很美耶。Hello， 各位帅哥美女，赶紧，就赶紧不要下雨。喂喂喂喂喂，是我。嗨。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。